开心了。对着镜头再说一遍。什么？说什么？我说他小胳膊小腿还挺有劲儿的。嗨，给大家来一个空翻。给大家来个侧手翻。用哪个侧手翻？这个人根本没有教过怎么蹲，知道吗？直接用会的呀，直接吧。狂吃一顿了，我带你吃羊肉牛肉串去吧，好好吃那家牛肉串，好吃的要死，要死要活的好吃。好，有力量了，赶紧练。Give it to me like。牛肉串在下面招手，这儿劈两个牛肉串，没有用。三根牛肉串吃不了，一把一串，两根就多了。对，两根就已经顶到了。通常我都吃一根。搜了吗？快了。Thank you.